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念啊，翻翻嚟勇者神力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呢条片系做咩嘅咧？就系、示范一下我哋双衰座拆 SD 到底有几快同几爽嘅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就元素忠臣水元素啦。咁平时咧，其他我就用火队拆嘅。咁咧，打水咧冇理由用火队拆噶，咁所以就用木属性嘅嘢。咁咧就我嘅木属卡最劲就系衰座啦。咁啱佢又系队长，咁就双衰座队长系比较 OK 嘅。咁其他就其实求其乱摆都得噶啦，因为我而家呢个配置系我拆双周副本水关用嘅，咁就真系认真，其他基本上冇乜输出啦，天照都唔系咁重要，主要就系将所有珠喂晒俾衰座，咁样一场打落嚟到底会有几多伤害呢？大家就咁睇下啦。好，开始，咁我哋咧就真系所有珠咧。其实咧，大家拆 SE 咧会，我见好多人都系咁转心啊，系咁冻结啊，系咁搵啲方法去保命。其实咧，因为佢个系统设定咧，就系、当你过咗某个伤害之后咧，再打更加多咧，其实咧佢系非线性嘅增长嘅，所以好多人咧就会揀一个适中嘅点嚟做嘅。咁就嗰、那个适中嘅点系点咧？其实我都唔知道，因为咧。你就咁打落去咧，你系见唔到自己嘅伤害嘅。咁我就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，就是、不停咁输出，然之后咧俾人打到自己 GG 为止，咁样就 OK 啦，唔需要大大圣或者赵云刻意去团技嘅。好，应该死啦，点解呢只 ？OK， 死咗一只，冇问题嘅。咁我哋就继续打啦。好，先照。咁咧，我哋就当然就系强化心系会喺中间嘈嘅。咁就係、咦佢又自己補血嘅。当有嘢死咗嘅话就用强化心復活啦，咁就唔需要刻意轉心嘅。应该死啦。咦唔死喎、啊。啊因为我知点解啦。因为佢个招特殊技呀。佢係等等先，我轉心。好难叫好难轉心到啊，回心入心。OK， 我哋继续。咁就佢招特殊技啦，天照嘅特殊技系会有增伤同减伤嘅。OK， 咁大家可以见到啦，其实我哋呢一队嘅输出普攻一下系斩二千几、三千几嘅，跟住特殊技又几千，基本上其实走出去每一粒珠嘅输出都系好似七八千，接近一万啦，应该我都唔知道有几多，其实应该 GG 啦。OK， 又死得一只。唔紧要嘅，咁我哋就咁睇下，求其咁样打一波可以打到几多啦，直到所有 G G 晒为止。盾 ，OK。哇，咦，原来人哋嗰只高攻过嗰只一倍嘅，争咁远嘅咩？其实我一直都做错咗嘢，应该用人哋嗰只衰咗先啱，我嗰只好低个。因为我得件 B 帽啦，连 A 帽都冇啦，得把B 帽突破二系加圣族攻击力嘅。不过其实因为 B 嘅关系啦，我估人哋应该系 A 帽或者 S 帽。OK， 咁我哋极速打完咗一场，好似三分钟左右啦，系五十万伤害，其实系算系几 optimal 嘅，我觉得37万 SE， 平时五十万伤害应该系25万嘅，因为今日有 1.5 倍啦，所以就37万。咁好啦，今次呢个影片咧，纯粹系示范俾大家睇下双衰座个打法拆 SE 系点嘅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见啦，我系会继续拆 SE 嘅，拜拜。